大家好，这里是台澎国际法法理建国连线黄胜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华民国可以依据开罗宣言取得台澎主权吗？中华民国可以依据开罗宣言取得台澎主权吗？好，那这个题目呢，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中华民国哈，就是长期以来哈，都对于台澎主权的问题呢，它始终都是既定的一套模式的哈，就是它一定会先讲开罗宣言哈，然后接下来接波茨坦宣言，然后接下来再来接那个日本的降伏文书哈，那之后的话呢，它可能会再接一个那个中日合约哈，然后依照这些宣言哈，或者是那个合约，然后呢来主张这个中华民国呢，他自己已经取得台澎主权。那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呢，主要是中华民国可不可以直接依据这个开罗宣言去取得台澎主权。那我想我们就直接讲结论哈，答案是不行啊。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开罗宣言哈，虽然讲说是开罗宣言呐哈。那之前譬如说像那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他就说哎，开罗宣言是一个国际条约啊什么之类然后所以就当然有法律的效力啊所以这中华民国可以依据那个开罗宣言去取得台澎主权什么之类的。那但是在这里可能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开罗宣言基本上来讲开罗宣言它存在或不存在，这个当然是一个议题了哈。那但是其实就算是说开罗宣言它即使是存在了哈，即使是存在了哈，还有就算说它真的是一个条约好了啦哈，那其实开罗宣言本身它所具有的这个效力呢，它也没有办法让中华民国呢取得台澎主权。为什么呢？因为开罗宣言本身哈，如果说开罗宣言存在啊，那开罗宣言本身呢，它其实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蒋中正然后跟这个英国的丘吉尔，还有美国的这个罗斯福这三个人呢，在开罗呢开了一场会议，然后呢在会中呢他们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呢在会后呢发了一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的内容呢，就是所谓的开罗宣言。那从这里面呢，他是有提到说如果说日本投降之后呢，这个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呢要归还给中华民国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开罗宣言这个东西哈，无论是这个在形式上或者是在内容上呢，其实它并没有去满足就是一般条约的要求了哈。因为开罗宣言就像刚才所说的哈，这开罗宣言其实就是这个中英美三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哈聚在一起开个会，然后呢在会后呢发了一个新闻稿。那这个开罗宣言本身，这三个国家的元首呢，他们在开罗宣言上面他们也没有签字那其实如果说是条约的话哈，如果说是条约的话，你不可能没有签字的哈。那条约如果没有经过签字的话，基本上就不可能发生效力所以呢，开罗宣言因为在上面呢并没有三个国家的元首的签名所以开罗宣言呢，我们在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呢，开罗宣言呢根本就不是一个条约。好，那所以如果从开罗宣言根本不是一个条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当然不可能依照开罗宣言去把台澎的主权去移转给这个中华民国。好，那就算哈，我们今天把开罗宣言当成条约好了，把它当成条约好了，这个开罗宣言本身呢，依照它本身的属性呢，它也没有办法把台澎的主权呢移转给中华民国。为什么呢？因为台澎主权呢，其实是归属于日本也就是说，在开罗宣言这个发布的那个时候呢，就是1943年1943年的时候，开罗宣言发布。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日本根本就还没投降嘛那台澎的主权呢，当然还是属于日本所以呢，这个开罗宣言呢，它等于是说，这个中英美三个国家呢，自己呢在旁边自己决定了说，这个日本呢，在他如果打败之后呢，就要把台澎主权呢要移转给中华民国。
那等于是说，他们严格讲起来哈，就好像是对于战后要怎么样去分赃，先做一些约定这样子。那日本他并没有参与开罗宣言的这个讨论嘛，那日本也在开罗宣言这个发布的时候，他也没有同意嘛，所以因为日本他自己本身他并没有参与开罗宣言的这个内容的制定，所以呢，你说这开罗宣言好了，它就算是一个条约好了，它也对日本呢没有任何的拘束力。那当然这是我们从开罗宣言本身来谈的哈。OK，那再来呢，另外一点就是说，开罗宣言本身它主要的这个用意，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呢是中英美三个国家呢。他们对于战后日本投降之后呢，要怎么样处理呢？所提出的一个看法，一个意向声明就是说，他们觉得说这战后呢，日本的问题日本到底在战后要怎么样处置它？这是这三个国家他们的想法这三个国家他们的想法。那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讲，其实这个的意义呢，其实就是个意向声明啊，一个意向书了哈。那这意向书呢？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说意向书呢，它只是在当下就是说这个做成意向书的这个当下相关的参与者在那个时候的想法那意向书里面所写的这些内容呢，在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当事人也就是这边的相关的当事国呢，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拘束力，但是呢，这个拘束力呢，并不是绝对无法改变的，因为这个意向书呢，它的内容呢，其实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所做出来的。所以，如果说后来呢，这个状况改变了然后呢，相关的参与的国家呢，就是有其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意向书它的这个效力呢，其实就没有办法继续去拘束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因为意向书它主要是针对的。在发布当时他们的想法，那如果说后来因为一些情势变更的状态所以使得说这个原本做成这一些决定，做成这一些想法的这个根据呢已经消失的时候呢，那这个原本这意向书呢，它就会失去这个拘束力所以呢，从这地方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就是说开罗宣言它今天就算如果说我们假设它真的是一个条约好了，那它其实它的拘束力呢，也对于这个相关的当事国来讲呢，其实也只有在就是如果说之后的状况呢，跟当初他们做成的状况是相同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相关当事国呢，才会有所谓的拘束力。那如果后来的状况改变了，那这个相关当事国。就基本上来讲，他们就不一定会受到原本这个做成的这个意向声明的拘束。那其实我们从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呢，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开罗宣言虽然讲说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后来要归属于中华民国，但是在这个旧金山合约就是盟军跟日本所签署这个正式结束这个盟军对日战争的这个旧金山合约，在签订的时候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中华民国的状况呢，已经跟当初1943年的时候签订的时候的状况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开罗宣言的那个内容呢，或者是说原本当初相关国家做成开罗宣言的内容，那个时候的所具有那个客观条件呢，在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时候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发现，盟军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呢，他们只要求日本呢放弃台澎主权，但是并没有要求日本将台澎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签署旧金山合约的时候呢，当时的状况呢，已经跟开罗宣言当初签订的状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盟军的相关国家，他们认为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把台澎主权就是交给中华民国的话，可能会产生他们所不想要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相关的国家，特别是英国跟美国他们本身呢，就是有了其他的想法
那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情势已经跟当初1943年状况有很大的差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英美呢，他们其实可以直接主张，就是说，因为在时候这个自由第三合约签署的时候呢，已经情势跟当初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当初所做成的那一些意向声明呢，在签署合约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丧失了它的拘束力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注意到说，旧金山合约它后来要求日本对台风主权的处置方式呢，就跟开罗宣言里面的原本的讲法有很大的差异啊。那最后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说关于战争的结束呢，其实最终的这个总清算呢，其实呢就是最后所签署的合约啊，那一切都应该要以合约内容为准啊。所以如果说这个合约内容呢，如果跟之前啊相关国家所做成的意向声明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还是要以这个后来所签署的合约为准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了解呢，开罗宣言哈，中华民国它不没有办法哈，直接依据开罗宣言啊来取得台澎主权啊。那主要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说，开罗宣言当初在签署的时候，不是签署，开罗宣言当初在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的国家啊，就是拥有台澎主权的日本呢，它并没有参与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开罗宣言呢，它后来啊。因为旧金山合约在签署的时候呢，当时的情势状况呢，已经跟开罗宣言当初发布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异了。所以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所以呢，这个开罗宣言呢，对于相关国家的拘束力呢，已经消失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中华民国就算想要依据开罗宣言去要求这个日本把台澎主权移转给他呢，也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办法啊。依据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将台澎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好，那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说明到这里，谢谢大家。